常老板，您要熬不住，您就再抽一口得了。四儿，快去叫段老板去。老板动气吧，袁世清。袁世清与人民为敌，死路一条。提高警惕，提高警惕。综上所述，反革命分子袁世清一贯反共反人民，危害一方，罪恶滔天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打倒反革命分子袁世清，打倒反动西霸袁世清，打倒反动西霸袁世清。就这么把袁四给逼出来，小声点。